看看新闻网。坐在儿童车里的小超男不就是林志颖的儿子小 Kimi 吗？最近有记者在虹桥机场发现了返回台北的林志颖一家，林志颖的妻子陈若仪推着小 Kimi 乘坐的儿童车，林志颖则负责推行李去托运。果拦截心情不错的小 Kimi 抱着毛绒玩具自己走了出来，而此时林志颖随行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正在拍照的记者，不过林志颖跟小 Kimi 似乎并不介意，父子俩还一同向记者挥手告别，兴奋的小 Kimi 甚至还不停地挥舞着自己心爱的毛绒玩具，气场强大呀。